挂棉的，准备那么多猪油渣。华夫煎面颜色没有，猪油渣很多，脆脆的，还有鬼雕我拿到。快乐羊女呢？还有大狗，大狗。今天来到太子岩，哇靠！好像就三十多年了，就是这样。老板，有咩好介绍啊？呢度招牌系咩？福建面咯，福建面，黄埔炒福建面。啊，一样嚟一个。快乐羊年啊！呢度三十九，三十九，你系第二代吧？你唔似三十九岁啊？呢几点开铺啊？啊，三点到啊。开到几点？开到而家暂时系11:30咯。哇，明天都准备那么多猪油渣。啊，刚才摄影师那边撞到东西，我看我被撞到的。头发冻到了，好彩啊，不要太高啊，有时抖一声，这笑得不及抖。李英勇，颜色不错。哇，汁结结，就是要结结才爽嘛，脆脆的，还有鬼雕我拿到。不错不错，炸到脆脆，如你们刚才所见很浓。不错不错，可以吃。这里有风景。华夫煎面颜色没有，猪油渣很多，看到爽是。福建面也不错，它是不远式那种，拿个配猪油渣刚来。还要吃辣椒。和辣椒不远了。吃了一半破鱼了，翻过去了，翻过去了。